大家好，我是许瑶。因为我在南光 Nanlite 的频道，主要分享的是灯光，可能会分享一些其他内容，比如我参与的一些商业项目，包括策划、导演等几个方面，也会分享一些我职业生涯的感悟，比如我是如何从一个月薪1500的摄影助理转行进入到广告领域的，再比如我是如何从摄影师转职成导演的。当然，也不仅限于以上的内容，你们也可以私信我。聊聊你们感兴趣的地方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上不光花絮。这次的拍摄也是小预算的项目，像这种国风的片子，用一些布或者书法去做美术置景，是性价比比较高的，花点小钱，前前后后都安排一些，画面马上就有层次感了。不过在正式拍摄前，一定要记得把部位烫平，不然皱起来真的很丑。我是雪瑶，咱们下期再见。